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。今天小小怪要去糖糖游乐园，那里面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？欢迎来到糖糖游乐园，请大家遵守次序，依次购票入场。进入游乐园之前，要先买票。来体验一下小小售票员的工作吧。好的。这个小小怪想要玩哪些项目呢？黑色的这个是摩天轮，粉色的是过山车，这个褐色的是什么呢？像一个小船的形状。他已经买完票了，给他盖个章，可以进游乐园了。好样的。将钱都收起来，这有两个50的，还有10块的，把硬币放在一起。真厉害。下一个小朋友来了，你想要玩什么呢？这是越野车，碰碰车是不是很好玩呢？还有过山车。盖上一个绿色的小章吧。不错。哦，收了好多钱，一共2个50，这就100了。紫色的是20块钱，还有0钱，不要忘记把它们也收起来。好样的。这个小姑娘来了，她想要玩射击，好像每一个小朋友都想要玩过山车。快给他盖上章，让他进园吧。真厉害。将他的钱都收起来。这有2个20的，还有个1块的，2块的硬币放在左边。小小售票员，你们已经体验到了。欢迎来到糖糖游乐园。小朋友们，在你们的帮助下，小小怪们都可以入园了。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啦。大家如果喜欢跟向日葵一起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，还有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吧。